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我宣布，莲花湾村为奉老楷模王二香女士赠送中堂仪式现在开始。二香送中堂，为什么不给你送啊？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人家给你送了吗？啊？哎呀，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了，看不到自己黑。那少说几句吧，你不孝顺老人，小心天打五雷轰你！呸！你放屁！我不孝顺老人，你谁不知道？老李家的煮饼铺子让你给弄去了，又不剩的金山银山。再说了。娘也没生我一个人，凭生我一个人养活呀！你就是个贪财鬼，你就是个贪财精，贪财鬼，一个贪财精。谁贪财？你、啊、谁贪财了？谁贪财了？你敢打我？哎呀，我的天哪！娘，你别打呀，装死狗呀！我不活了！老大家的，哎呀，起来吧，起来吧，别丢人现眼了。呀，我不活了，大爹呀！他们都欺负我呀！唐莲是孝心榜二香居首，和谐路一马当先。你说你这个院长怎么当的，连个人都看不住。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啊不能再有下次了。师傅停车。钱总，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这事呀肯定不会有下次了。哎呀，我的院长大人，我只不过就那么一说，你还真生气啊？生气？哎，我说你一个大老板，跟我们小敬老院较什么劲儿？你爹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他老人家根本不愿在城里待，你说我们该怎么办？那你们可以让他先适应适应嘛，先适应适应。这事儿啊，您就多费心啊。这钱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们加点儿。加点儿？你有钱？那你把他送到太原北京去啊。我就是让他上天入地都没关系啊，那他得去才行。上天入地？哎呀，你看我这个臭嘴。爹，别拉了，你把敬老院当成监狱了，动不动就逃跑，总让人家出去找你，这合适吗？你找我干啥？我还没死呢。大爷，你觉得敬老院哪里管理不妥？
不顺你老人家的心，你就直接给我说啊。小温啊，这不关你们敬老院的事，你们敬老院管理的哪点都好，主要是我自己心里不顺啊，别在意哦。爹，你说咱家也不缺钱，你这好吃好喝的，还有那么多服务员伺候着你，那县长的待遇都没你高，哪那么多不顺心？你爹是个农民，生就的鸡狗命，我享不了那福。享不了也得去。你说我在外边生意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照顾你？我能跑能走，我不要你照顾。要不要啊？那是你的事儿，我不能让人家在外边说闲话呀。爹，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回去。你要走你走，我哪儿也不去。爹，我是真心想让你过上享清福的日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正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天天吃不饱，这肚子饿得咕咕的叫，每天放学回家，您赶紧拿一个窝头塞在我的手里，看着我吃完了您才放心，您自己却喝一碗野菜汤，一点粮食都舍不得放。大集体的时候，您为了多挣工分供我上学，一年四季去挑粪，这两个肩膀啊经常磨出那大雪泡来。打那儿起呀，我就暗暗地发誓，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一定要让您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住最好的。如今您儿子现在有这个本事了，让您在敬老院里头享清福，您干嘛非得左不去右不去呀？哎呦，我说你呀，你咋就不理解我的心呢？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快走！不干了！二叔，你这是怎么了？啊，就因为那么个破摊子，你妈整天的骂我，连你奶奶都不养活了。我图个胜。二叔啊，你消消气儿，这个铺子啊你还得干，我妈那边呢我去劝劝，奶奶呀就住我这儿吧。那不行，秋生在部队上，你一个人在家，还在村里当着干部，让你奶奶在这儿，我心里不落忍呀。再说了，有我们老一辈人在，还轮不到你们孙子辈养奶奶。二叔，隔辈养老啊也不少见，这倒没什么。你打算和我妈就这么一直闹下去啊？那得看你妈的态度了，她别老带什么什么什么有色眼睛看人，把老本人看这个贪财鬼、财迷精。二叔，你们俩呀就别较劲了，互相让一下不就行了吗？要让，也得她先让我。哎，二叔，二叔。其实啊，你妈跟你二叔也挺不容易的，居家过日子，哪有勺不碰碗的呢？奶奶知道，你为了咱这个家，
为了给村里办事，你连随军的机会都不要了，还把咱小花花送到他姥姥家。奶奶心里都清楚，都清楚，慢慢就会好的啊，不急，咱慢慢来。送中堂，把全村人都送明白了，你妈跟你二叔也会明白的，他们又不是榆木疙瘩，会好的，慢慢就好了啊。妈，你快吃吧，我都热三遍了。我不饿。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今天办的是啥事儿？我嫂子在那边给人家孝顺媳妇儿送中堂，你在这边上演墙头记，你这不是抽我嫂子脸吗？哎呀，他送他的中堂管我屁事。他是村里的妇联主任，你好歹也得给他留点面子呀。哎呀，我就是看不上你二叔那个财迷劲儿。那你也不能那样对我奶奶呀。再说了，不给咱家送中堂，你脸上有光啊？你说什么呢？我对你奶怎么了？少吃还是少穿了？你说你嫂子啊，也真是，好好干她那妇女主任的事儿得了，非搞这些臭名堂。你简直就不可理喻。面来了，饿坏了吧？来，吃面。这次去太原，和外贸订的那个联菜合同怎么说？带着愁云去，携的春风归。才流几滴汗，方得一口香。别跟白灌的似的。去的。哎，我问你，订了多少？要多少订多少。我想啊，把咱们村这个联菜企业做强做大，作为龙头企业，到时候啊，你跟莲花带着咱们留守妇女就大显身手了啊。得得得得得，再别给你那姑奶奶们都戴高帽了，光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不是你说的是哪跟哪儿啊？我这村支书什么时候得罪你们这帮老娘们了？我还不吃呢。杨贵，我问你，你光要莲花为你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可拖他后腿的那两个活祖宗，你到底管不管？这好腿哪有往泥坑里插的？你这不是让我捅马蜂窝吗？马蜂窝你都不敢捅，你还当啥书记？我看你呀，还不如蹲着撒尿算了。我说你们老娘们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啊？那我管还不行？你呀，就是那山里的核桃，得砸着吃。说，咋管？不是这样吧？你比方说那老娘们要着急吧，她肯定找不着好老爷。我告诉你啊，少给我耍滑头，说说说。不是不是，维姐，你放开我说。那两个活祖宗，他是吃软不吃硬啊。对待他们呢，得用玄法。你们两个人在咱们村啊，是一个能说，一个会道，能不能想点办法，跟那两个人 PK 一下？
把他给我拿下。闹了半天，我找了个绳，把自己给拴住了。咱们三个人是一个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走不了你，也颠不了他。好好好好好，我是蚂蚱，我是蚂蚱。只要能拿下这两个活祖宗，让我当啥都行。你说咋办吧？对付这样的人，咱们得用计呀。这样，咱们三个人能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写在手上？咱们斩首定夺怎么样？知书不愧是文化人，这招高，当年诸葛亮就用过这招。哎，行了，别贫了，快写吧。哎呀，又偷吃的猪饼，这是，哎呀，怎么老偷吃我的猪饼呢？这什么叫偷吃呢？说的这么难听！啊，去，啊，砂锅炖鸭子剩都没有，就剩一张嘴了，一天到晚呱呱呱呱呱，那个媳妇都挂不下，还呱呱呱的。哎呀，二叔啊，要说你呀，没文化。嫂子，哎呦，喜鹊，快来！哎呦，嫂子呀，你的手可真巧，瞧你把这花馍做的，龙啊凤啊的，跟真的一样。哎呀，莲花说了，说县妇联要搞什么民间工艺比赛，你说非打我这个鸭子上架不可。啥鸭子上架？这叫孔雀开屏。哎呀，你有事儿啊？哦，对了，我还真有点事儿。秋红啊，也老大不小的了。哎呀，我想给他介绍个对象。哎呦，那我好好的呈现呈现你。咋谢？嗯，饮料，纯牛奶随你便呢。嗨，那些呀我都吃腻了，我呀就想吃个竹饼。嘘，想你牙疼吧？啊，我闺女啊，这辈子不嫁人了。哪个村的？啊，是我娘家村的一个侄子。你呀，就知道做饼，对我们这行你一点都不懂。我这叫节目主持，跟中央电视台那些名嘴，属于一个系列，但不是一个系统，属于一个门类。但不是一个门派，他们是正派，我是。哎，挂不上来了吧？哎，反派，把你娘都派到你姐姐养活去了，还派。我娘上我姐家那是想换换环境，再说那也是变相旅游，我一个月。给我娘送去两箱奶，一箱火腿肠，让他老人家仍然享受着在家时正户籍的待遇，有啥不好？好，好，那总不如包孙子好吧？哎，二叔啊，吃你两口饼吧，你这把我损的。我大名鼎鼎呱呱嘴儿，能白吃你东西啊？不白吃，掏钱。不是二叔，这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不重要。那，把你挣的钱，全给我。哎呀，二叔啊，你还向我要钱？我今天来是给你送钱来了。给我送钱？你？我今天来啊，
是给你家指一条发财致富的光明大道。发财致富，光明大道，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啊！我这忙着。二叔，我不跟你开玩笑，给你家介绍一个专业的食品技术员。技术员？大学本科，形象怎么样？妈，妈，哎，哎呀，还生气呢？哎，妈没事儿，来尝尝。嗯，味道不错。花儿啊，嗯。妈真不是针对你和你奶的，妈就是死看不上你二叔那个财迷劲儿。你笑什么呀？我叔契约他了吗？等你把这块竹饼吃完以后再跟你说。去，说吧，这竹饼甜吗？甜，甜的压根儿啊。这是我二叔让我拿给你的。什么？哎呀，行了行了，支书啊，支书，哎，师傅呀，哎呀，支书啊，这回我还得求你帮忙。你爹不去敬老院了？哎呀，没办法，怎么说他也不行。哎，支书，要不这样，我给你留点钱，你帮我请个做饭的，让他在村里呢住些日子，等什么时候他住腻了，我再把他接回来。师傅呀，见外来，村里能饿着他们？你说我这个老爹呀，那农村再好，能比得上城里吗？这家里能跟敬老院比吗？你说他干啥这么一次一次的往回跑呢？哎，师傅呀，你这些年老做生意，村里的变化你可能没留意。现在啊，城里有什么，村里就有什么。你看，师联会成立的多热闹啊，大家伙积极报名，踊跃参加。你说这村里头多快乐呀！要是把你爹留在村里，指不定多乐呵呢。不行不行，我呀，还是得把他接回去。我的情况跟人家别人不一样，不然人家还会说我这人不孝顺。喜鹊啊！哎，来来，哟，哎呀，这支书你也过来了，看把你们拖累的，以后啊，不要给我送饭了。应该的，应该的。我想自己做。哎，别站着，坐坐。好好好好好，来来来，不就是多双筷子吗？再说你也吃不了几天，你马上就要回去了。喜鹊啊，哎，我跟你说呀，啊，我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啥？你不打算进城里的养老院了？我说支书啊，哎，我把底就交给你吧，我这次回来真的不打算走了，我想在咱莲花湾养老。你看，大学生，学食品专业的，哪的人呢？是呱呱嘴，他吃了我的半斤猪饼给换来的。柳树湾村，呱呱嘴他表舅家的闺女。好啊，这种人才要引进呢。二叔，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呀，这种专业的人才很抢手。
你说行？行啊。好啊，叔听你的，我这就给呱呱走回话。二叔，你等一下。二叔啊，我来呀，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啥好消息？你可别发火。哎呀，好消息我发什么火呀？我妈呀，吃了你送去的猪饼了。啥？那猪饼让你妈给吃了？哥，时尚了一把，心里有谱了吧？这小伙子长得还真不赖，这门面呢也挺大的。这么说，丈母娘相中了不是？我相中有啥用啊？啊，还得姑娘吐口，她要不吐口啊，再好的女婿也当不上。要不我回去到学校找秋红说说？别去，别去，你别这么急着告诉秋红。咋，变卦了？哎呀，不是变卦，我呀寻思一道了。你看，人家吧这么年轻就当上经理了，能不能看上咱们，那还说不定呢。那这么着，要不也让他来一趟，偷偷的把咱秋红也相看相看，你说咋样？哎呀，那当然好了。行，这事儿呀就包在我身上。我一个电话呀，就让你20分钟内保证见到你的女婿。哎呀，你看呐，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别女婿女婿的瞎叫。嫂子，我一上场绝对搞定。哎，嫂子，你可别忘了啊，家里的中堂一定要气派。什么？你忘了？人家可是做对联生意的文化人，就喜看那东西啊！哎呦，这有话你快点说。西村有一个剪彩仪式，着急呢啊。那就让你表妹来吧。啊？就你这么轻描淡写一句话，我表妹一日就来了？还来是得来，但是呢，先来考察。这是还用得考察啊？你这话说的，你相中人家，人家能不能相中你，那可两说着呢。那咋考啊？很简单，就是看看厂房，看看设备，还看看你家环境什么的。怎么还要看家庭环境啊？我表妹是大学生，文化人是讲究的。来了之后，首先得到你家客厅喝杯茶吧。哦，来，你家是不是得买套沙发？还有你家那个60年代那副老中堂，是不是也应该换了？沙发没问题，可是这中堂那个，哎呀。中堂那还不简单呢，让你儿子东升写一幅挂上不就完了吗？咱们村是银联文化村，咱不能让人家笑话，是吧？快走吧，外头车等着我呢。来了，是啊，我是啊。支书，好啊啊，好，啊，好，哎，知道了。不是有个好消息吗？你要说完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消息。鱼已落网，就看他如何出水。猴已上杆，就看他怎么落收。好戏已经开始，二位继续推波助澜。哎，咱们呀就是骑驴看唱本，慢慢走着往下瞧。支书，嗯。我们的好事说完了，你得说说你的好事。对了，刚才啊，我接到县里的电话，说咱们村这个董富换龙的故事啊，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过两天领导就要来审查评估了。哎呀，这可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做的事儿呢。咱们莲花湾村真正要成为中华龙的祖先了，啊，莲花湾村的人就是嫡系的。龙子龙孙，支书你就是
名副其实的东海老龙王。婶子，你就是正八经的小龙女。差辈儿了，差辈儿了，当个龙奶奶差不多啊！哎，对对对，龙奶奶，龙奶奶。瓜瓜嘴儿，你那个小嘴儿怎么长你婶子脸上去了？咋？不对呀、啊？对，龙奶奶。怎么这么热闹啊？啊，有啥高兴事儿也让我分享一下。龙大姐也来了啊，这肯定是找龙王爷要议事啊。我先回避啊。我回避，你们聊，你们聊，我送送他啊。这神秘兮兮的，什么龙奶奶、龙大姐的呀？一对大活宝，一点正形都没有。那还不都是你的兵啊？坐坐坐。哎，什么事儿？我想和失联协会商量一下，搞一次有奖征联活动，把咱莲花湾呐好好宣传一下。好啊，刚才县里还来电话呢，把咱们村啊董富焕龙的故事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这不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宣传宣传吗？太好了，正好碰着了。通过这次有奖征联活动啊，让连家把咱村的龙文化、河文化、还有面食文化、还有孝道文化都变撰成对联。莲花啊，那这么一来，咱们莲花湾村的知名度不是越来越高了吗？海呀，游船荡，宽无任。任马爷，任马爷，行行，东升，东升，哎呀，东升，你看我这忙着呢吗？是，你，哎哎，来，爹跟你说件事啊，啥事儿？回家说。我去去，啊，干啥呀？你整天给东家编西家写的，就不能给咱家也写上一副啊？爹，这中堂不是给谁家都能送的，这也不是啊给谁都能写的。爹，你想想，咱家能送吗？这，哎呀，你给别人怎么写，就给咱家怎么写，这不就对了吗？谢谢谢啊！快快点写啊！写。你不怕被人家笑，我还怕被人家骂呢。放屁！你也嫌老子短啊？可我揍死你！看，你写不写？你写不写？不写。妈，求你一件事儿。啥事儿啊？你看，你整天呢东家西家的送中堂，能不能给咱家也送一个？妈呀，你终于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是啊，咱家这副中堂啊，将来肯定会有的。什么？将来？啊，将来是什么时候？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就会画。谁不画了？啊？老板，想来一幅？有花有鸟，不用装裱，省时省力，花钱又少，拿回就挂，两钉就好，看着舒心，解除烦恼。多少钱一幅啊？长十短五，价钱别搞。太贵了吧？早两年，长的才一块，短的才五毛呀。我开玩笑吧，师傅。十年之前那价正好，社会发展，水涨船高，调配原料全涨价了。便宜便宜，便宜了，我来上几幅啊？什么价码？才掏腰包。来来来，再捏捏手。这个价？哎，不行不行，加点。顶多加到这个价，再多我就找别的价去。老板，你可真抠啊！来几幅？中间一幅大字。两边一副小的呀，啊，捏半天手就要一副中堂啊！哎呀，就一个堂，我还要多少副呀？你看，最低八块，再低不画，最多六块，一分不加。嘿，老板，我可碰见铁公鸡了，六块六十块，来，什么内容？哎，随便，写行写就行。给您配上一副朱元璋当皇帝时给人写的一副对联，咋样？能行能行。老人家，你还是出去等会儿。让你家里人进来一下。就我自己来的，大夫。有啥话你就给我直说吧。这咋？是不是病不好？你还是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让家里人来一趟。我明白了。大夫，啥话也别说了，你把这诊断书给我就行。大叔，既然你这么想得开，那我就不用隐瞒了。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擦这么干净干嘛呀？哎呀，不过年不过节就不行干净了。去去去，上你的课去。神经病！嘿，你这个死丫头！哎呀，婶儿，这孩子咋这么高兴？你告诉他了？没有，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能告诉他吗？这孩子就这样，早晚没个正形。哟，你都收拾上了，中堂呢？哟，慢点慢点，没事。那不是吗？哟，还真有，哪来的？我去看看。哎呀，别介，等人家先看完喽。啊，好好好，不看就不看。哎，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叫人家笑话你啊。哎呀，你放心，中堂也有了。就等着你啊，把你大侄儿领进家门就是了。大元宝，那个大元宝，出门捡了个大元宝，哎来嗨哟，呀捡了个大元宝呀，捡了个大元宝，大元宝那个大元宝，出门捡。大叔，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哎呀，我去哪儿？你不是说家里边挂幅中堂要气派吗？啊，我这不就，你看，哪弄来的？哼，哪弄来的？茄子树上吊死人，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再没会写字。我看一眼，写的怎么样？哎，绝对不含糊，人家写字都不用笔，哗哗哗哗
我看看品位高不高。绝对高，绝对高。这是皇帝写的联儿，那能不高啊？哦，这是皇帝写的联儿，绝对没错。那我必须得看。行了，我就看一眼。行了，你赶紧让你表妹来考察，赶紧来考察啊！大元宝那个大元宝，出门捡了个大元宝。在这寻找创作灵感呢，啊！嫂子，你看，藕台已经做齐了，比去年的还壮呢。哟，如果按照这个长势的话，那咱们今年的产量肯定比去年的要高啊。咱们跟外贸的合作呀，一定来个开门红。那我们就要真正走以廉行村的路子了。是产业兴农，东升啊，我要跟你说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你大妈呀，吃了你爹送的竹饼，而且还跟我提议要一副中堂。嫂子，我老爹那儿也要我给他写一副中堂呢。真的？看来他们是真的要进步了。不对，我觉得这里头有蹊跷，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的。咱们村送中堂的活动，那多多少少都会影响着每一个村民，那被送者就不用说了，自然会产生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对围观者来说，那也会有一定的触动和感染的。这恰恰呀，是咱们送中堂活动的目的。我相信，你大妈和你爹心里面也一定会有触动的。这竹饼啊，就是好吃，都穿了多少代人了。到你太爷爷那会儿吧，手艺也行。那西安呀、太原呀，都有咱的铺面。哦，咱的铺面还有字号呢，叫啥呀？叫瑞元祥。公私合营那会儿，你爷爷就从外地回来了。就把咱的生意呀、并入了那县里的叫饮食服务糕点厂。嗯，后来呢？后来你爷爷死了，这门手艺也就断了。瑞元祥也倒了。奶奶，现在各地啊，
都在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啊，咱们县的那个北元馍就变成名牌了。咱这个薯饼啊，历史这么悠久，还有你这个传承人，咱们呐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呀，奶奶老了。你二叔又是一根筋，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那不还有东升，还有我，还有秋红，还有咱们家那么多年轻人吗？支书，我想把我那院子捐给村上。叔，技术员到。哎呀，慢点，我表妹。哦，二叔，哎，这快快进屋。哎，好。东升呢？来来来，哎呀，东升，来来来，来，请进请进，坐坐坐。哎，好。坐。这是我的产品。哦，哎，您不用客气，您放着，我自己来。哎，兄弟，你在哪儿呢？你快点回来吧，我给你家请那个技术员到了。你爹啊，没文化，容易整黄了。啊？我马上就回。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二叔，你改行了？改行？我，你呀，就把他当你一客户不就行了吗？哎呦，来了，阿姨。哎呦，你说来就来呗，大老远的还带什么东西呀？啊，快进屋。哎，哎，快来。哎，嘿，没我什么事儿了。天对地，天对地，雨对风，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世世对苍穹，世世对苍穹，雷隐隐，
蒙蒙。你个败家子儿，那是你的花6块钱买的，别踩的，别踩啊，别踩的，哎呀，真是的，这，哎呀，好好一幅字画，他招你惹你了，你把他踩成这样，二叔，怎么搞的，把我表妹气成那样啊？哎呀，还不是因为这幅中堂。你真是我的活祖宗啊！这样的中堂你也能挂呀？这不是皇帝写的吗？没错，是皇帝写的。但是，我跟你说完它的来历，你就知道应不应该挂了。朱元璋登基的时候，为了显示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下令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对联。大年初七，朱元璋亲临民间巡视，看到一户烟珠的人家，门上是空着的。烟珠的人家。于是，朱元璋提笔就写了这副对联。你说你应不应该挂这副对联？哎呀，好你个皇帝老儿啊！好好的一宗事，全让你给搅和了。搅黄了！哎呀，这没文化的多可怕呀！孩子，来，喝水。谢谢阿姨。阿姨啊，这幅中堂写的真好，是对您老美丽孝心的赞美和尊重啊。一般般。阿姨，您真了不起，赡养了4位老人，还陪护一位瞎婆婆20载，这多不容易啊！如今他们都在老院子。老院啊。老院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们。啊！别，这个老院子，老院子老远了。乔英啊！乔英！哎呀，郑叔，有事儿啊？啊？乔英啊！啊，那个，二香接你那。钟叔，我还没用完呢，等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去啊。哦，不行，现在就得还。哎呀，钟叔没用完呢。不行，这样，哎，求你了，钟叔，求你了，你等啊，对，哎，好。你等着啊，我先进去了啊。在这儿啊，慢点。秋红啊，你赶紧找你妈，把那中堂啊，赶紧还给我。钟爷爷，您家中堂怎么会在我家？哎呀，你妈说呀，你们家要来文化人，要品尝那个要品那个字画。啊？完了，二香啊，就把我们那中堂借给他了。可是那我们家那几个老家伙，哎，发现中堂没了，这都缺失呢，丢人败兴！
钟姨，您别着急啊，我这就去给您要回来。不急，还有半分钟。小声点儿，家里有客人呢。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我。我。妈，花模做好了吗？明天呀，我就要送到县城了。妈，咋了嘛？你妈呀，连一张中堂都挂不上，你妈还不如一堆臭狗屎呢。呀，妈！莲花，你这咋了？这回你高兴了吧？啊？你妈呀是丢尽了脸，这回你满意了吧？啊，你妹妹对象也吹了。妈，我妹妹的对象怎么回事啊？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我还能说啥？啊，莲花啊，你整天忙你的公事啊，东家西家的送中堂，家里的事儿你管了吗？啊，这个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哪一样不是从我身上下的架？我落好了吗？我现在落的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你说我活得亏不亏？我现在真是……妈，你别这样啊！你们把我当成人了吗？妈。先买的，你以后不敢摔啊！不敢摔，摔！败家子，我那败家子的，你慢点。不，以后你往哪跑的？啊！啥不好，非得兴起个送中堂，结果送来送去，送得咱们一家人都没面子了，就连街上的江湖骗子都不把咱当人看呐。这就是你当干部给全家人带来的好处，你给我滚！二叔，滚！行。
爹呀，你说你把这房子捐出去，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呢？还有，你得了这么重的病，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病真的得下了，早说晚说都一样。早说咱们可以早治啊，北京、上海那些大医院，咱都能去呀。爹，如今咱也不缺钱呢。我的病我知道，老天要人命，吃药也没用，就听天由命吧。儿啊，你娘去世的早，咱爷儿俩相依为命。你五岁那一年，咱们流落到这莲花湾，是莲花湾的乡亲们东家一碗粥，西家一双鞋。这家一件棉，那家一身担，把你养活大的呀。你还记得不？就是那一年的夏天，爹在地里头干活，你到荷塘里头去玩耍，也不知道你怎么的，左一滑，右一滑，你就滑到那泥窝里头去了，顿时就没了踪影。周围的小伙伴吓得我哈哈的直哭，惊动了全村的人。我一听说你掉到那池塘里头去了，我吓得腿都发软呐，我连滚带爬的，我跑到那池塘边，我看着那赶牛的，扛锄的，还有那洗衣服的，扑通扑通扑通跳了满池子的人，大家都在泥里头摸摸，最后终于把你给摸到了，大家把你从泥里头拉了出来。儿啊，是莲花湾的乡亲救了你一条命，要不那个时候你的小命早就完了。不光救过你的命，莲花湾还用莲藕成就了你这个农民企业家，莲花湾对咱们有天大的恩情啊！你现在当了老板了，你有了钱了，爹想跟你说的是，你可不能忘了过去，忘了莲花湾呐。爹，你的话我都记着，我不会忘了咱们莲花湾的。人生百事，孝为先啊。
你在村里送中堂，是教大家做好事儿吗？闺女，你呀，你给咱们村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好，奶奶，那我妈和二叔咋就不理解呢？哎呦，你说，一窝鸡蛋孵小鸡儿，还有个先出来后出来的了。别着急啊，咱慢慢来，慢慢就好了啊。嫂子，哟，还生气呢？去去去！哎呀，人常说有理不打上门课，我今儿呀是来给你赔不是的。要中堂呀，是我的主意；借中堂呀，是我把你逼的；惹得秋红赶走了女婿，是我的错，请你原谅。哎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二叔，滚滚滚滚滚！你看，我也没招没惹你，你跟我来什么劲呢？都冤这混小子！如果你不要挂中堂，哪会出这样的事儿？那怨我呀！你咋不说你没文化呢？谁让你把烟珠的对联买回来了？再说，让我表妹来你家，是为了你们家发财致富。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成罪人了。二叔，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要是方方面面做的都好，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局面。啊，人要时刻反省反省自己，找找失败的原因。哎，行行行行了，你别呱呱了，别呱呱了。现在弄得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连我侄儿媳妇莲花都给得罪完了。莲花啊，是我儿媳妇儿，花馍是我捏的，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你也管不着，你也别管。哎呀，你要这么说呀，我就得跟你理论理论。莲花是你的儿媳不假，可莲花为了替夫行孝，连随军的机会都放弃了，你还要她怎么做？莲花也是想让你赢得荣誉和尊重，你为啥把花馍摔碎了呢？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要什么荣誉啊？啊，我还要什么尊重啊？切，你不要这些，可有人珍惜着这一切。他呀，把你摔坏的花馍都已经给你修复好了。谁？你的婆婆，我的老婶子。二叔，莲花对你多好啊，冬做棉，夏做胆，过年过节什么事儿都落不下，拿你跟他亲爹似的。你要真把他得罪了，那你可就太不对了。红腰带。本命年呢？
赵薇、巧英啊？哦，是我婆婆，真是名副其实啊。她这手艺是跟谁学的？是跟她娘家吗？老人今年又高寿，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板胡就这么有魅力吗？既然你们高兴，你们就可以住在那儿吗？吃在那儿，那不成要敬老院了？我就是要建一个敬老院呢。那可太好了，书记啊，真没成想咱们村儿有自个儿的敬老院了。夏平，对不起，原谅我那天的冒昧。第一次领略你的风采，我喜欢那样的风格。啊，对了，谢谢你为我的家乡增光添彩。应该说是咱们的。不打不相识嘛，往后好好处不就完了吗？好，那咱们说正事儿吧。各位大驾光临，先提提你们的意见吧。提意见谈不上，夏总啊，你是专家，这些我们不懂。不过我提个醒，每个建筑物上应该有一副帘儿，让楹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嘛。哎，这建议好。咱们这次征得的几十副好帘儿，正好能派上用场啊。对对对对，我带来了。你看你，小杨。夏总，你看看。这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我看咱们可以在湖边搞一块帘壁。在董福焕龙纪念馆搞一块碑林，那样咱们莲花湾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楹联村了。这楹联成了村子的一大景观，和美丽的荷塘、优美的民间传说，这是多好的一种旅游资源啊！咱不就可以搞乡村旅游了吗？居住、旅游，双赢啊！是不是夏总？杨志说。要是看不到这个前景，普天红还会和你们签署投资合同吗？呀，秋红啊，你可千万别吃醋啊！原来人家是冲着咱村的商机来的。不不不，嫂子，还有我想把您真正变成我嫂子这茬呢。嫂子，攀上这么个老板亲戚，咱那产业兴家的规划是不是实现得更快了？话可不能这么说，主要是咱这个有发展潜力，技术方面也没问题啊。你说到这儿哈，我可跟你说好了，那个村柳说啥你都给我搞定了啊。嫂子，看那儿。本届全县民间泡沫艺术大赛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在银奖和铜奖都已经名花有主，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奖项——全县民间花模艺术大赛的金奖。获得金奖的参赛作品是花模龙凤呈祥。请问
说话，快说话呀！我感谢我婆婆，我感谢花伯。大中堂我们已经挂起来了，我们的竹饼入驻超市的合同也已经签了，妈和二叔也和好了。来，让我们呢举起杯啊，祝啊奶奶健康长寿，祝我们家家业兴旺，阖家幸福，地久天长。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干杯！奶奶生日快乐！亲们，我从小是吃咱们百家饭长大的，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莲花湾村对我恩重如山呐、啊。今天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说实话，我就是用金山银山也难以报答咱们莲花湾村对我的恩情啊。今天我把这个院子奉献给大家，那是我应该做的。今后啊，我还要为咱们村做更多的好事儿。
为把咱们莲花湾村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父老乡亲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村啊，在前世会的无私支援下，敬老院马上就要开院了。它标志着咱们村在敬老、养老、和谐和文明建设上迈上了新的台阶。我相信我们村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村的老人会越来越长寿，我们村的村民会越来越幸福。春草兮，报得三春。